主料：叉树菇150克，鸭蛋115克。辅料：橄榄油、鱼露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食材：叉树菇和鸭蛋。用厨房剪刀剪去叉树菇的头，然后用清水浸泡15分钟，摘洗干净，沥干待用。将鸭蛋洗净，打入碗中，加入适量的鱼露，拌匀，热油锅，倒入蛋液，煎至双面金黄，铲起，切丝。原锅倒入适量的橄榄油，放入叉树菇，加入适量的调味鸡汁，煸炒均匀，将蛋撕回锅，炒匀即可关火，上桌后就可美美享用了。烹饪技巧：鱼露可去除鸭蛋的腥味，同时有提鲜功效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